Ja, tu denks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了，婉秋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。今天是除夕，然后我们在八家沟团年，我的姑妈和我的堂姐他们一家都要来八家沟团年。中午我们就先用豆花招待他们，先让大家刮刮油，晚上再吃年夜饭。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做饭了。快上菜喽！难得不上来，全部来给你们看一个，就是我们去拿这种，可能这些材质对了十多二十年的，然后发现了一个这个古董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？看，这是一根竹竿做的衣架，这样子就可以晾衣服。反正我是没有，我小时候都没见过这种东西，可能是我妈他们那个年代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豆子，上次有人说我们的这个豆子推出来有那个黑色的点点，那个豆浆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豆子哈，这是当地种的，它就是每颗豆子这个地方都是黑色的这种点点，然后它身上也有一点，这就是当地村民自己种的，我们山上自己买的，不是外面超市买的那种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中午先推豆花吃，先刮一刮油，最近天天大鱼大肉的，都吃不下油腻的了。这是我的姑妈和姑姑，这是我的大姐，这是我姐。阿妹说什么？给姨妈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不谢，不谢。哎呀，好乖呀！你咋走？我给你上楼去。这个美女是我的侄女，单身女青年。每次我在政治方面，传统那点都比他看到的安逸。哦，安逸高。柴火的，柴火的。好，你要就是柴火的。好吃，同乡。
切一个蛋包肉，这个在我们这边叫香碗，有些地方又叫蛋包肉。他在带我，他以前在医院上班，我每天放了学我到医院去做作业。全部都准备好了，该切的切好了，码料的也码好了，然后我现在就要开始炒菜了。这边是蒸菜，然后这边在蒸饭，今天是两个灶同时做。这是凉拌的猪舌头，像我妈切的是这个猪头肉的腊肉，就是腊猪头。我们要准备吃年夜饭啦，看看这么多菜，这个是芹菜炒牛肉，我们这边的香丸、香肠、腊猪头肉、清水烧肚条、粉蒸排骨，这个是猪心、糯米饭、大闸蟹、白斩鸡，我这边还有糯米饭，这边还有豌豆烧肉末，还有鱼，还有大闸蟹，好多菜。Thank you.
谁打了黄牛啊？今天？好，你们慢点啊，拜拜。都是些老年人，他们要早点休息，他们就先回去了。吃完饭了，他们就回去了。拜拜拜拜哈。现在我们要准备放烟花了。红包吗？新年快乐，红包拿来！新年快乐，红包！说啥子啦？跟外婆要说啥子啦？明天我们要去吃火锅，你赶飞机。啊，那个妈妈，那个妈妈就是好。妈妈，新年好呀！新年好呀！祝福大家新年好。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，祝福大家新年好，新年好。值此新春佳节，晚秋在芭蕉沟祝您及家人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，阖家幸福，万事如意，虎年虎虎生威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要走的长路，这样的